你好，我是门南卓，我21岁，我来自洪都拉斯，我家就8个人，我爸爸、我妈妈，一位哥哥，两位弟弟，两位妹妹。我的生日是6月24日，我最喜欢吃牛排，我最喜欢喝啤酒，我最喜欢台湾的地方是淡水，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。我最喜欢的电视是喜剧，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摇滚和雷鬼。我将在台湾4年半，我喜欢在这里学很多东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